我是来提亲的，我跟碧云是真心相爱，请你成全我们。啊，你敢知半生的当中多一身上半身？赵奕贤，什么人跟你讲我丢人呐？我就是惊我未婚哦，不爱嫁给阿星呐。我唔知想这步较屁。人生是空的，什么拢无啊？我活落去，搁有啥物意义啊？迄不是当年娶赵庆威的王太太？你跟我讲，讲阮天伦有跟你斗阵等来无无？他已经死了。你去甲把你放去，要无？我会帮你做啊！天伯父，你去走，你袂管我。当初是你山顶时阵，你身体袂好去过我，只望我妈妈可能帮你这样做我心脏。老崔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。阿伯晚报。